俺们大虎子呢？俺们大虎子刚犯错了，怎么了？啊，不回家，不回家就犯错误啊！这是啊，淘宝上有那个。好嘞，自己开门吧，自己开门吧，来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乖乖的，自己就做好了。脚就这么前一点点，爷爷，给脚脚伸出来。瘦吧，来。谁说你了？聪聪熊说你了，小样的你。哎呀，那个腰哪去了？好嘞，抬头，抬头喽！哎呀，好吧，好吧。啊，像小兔子一样啊。是小兔子吗？小耳朵像小兔子一样。你说我没有兔子耳朵长。哎呀，说你别耽误我吃饭呢，是不是？啊，大虎子，我在吃饭呢。吃一个这个来，吃个这个。拿不拿手？给他戴上。对，哎，等会儿啊。哎，好，给你放好了。来，来，来，你要哪一个？啊，他还是爱吃那个饼。兔宝是自助的不？咋不是自助的呢？你脏的呀！那我们根本就不脏，我们可干净了，是不是干净的宝宝？哎妈，你们会打脸了不是？金虎啊，选个苹果。哎，你说是选了，但是掉了，你说他不听话掉了。来看看这一次选什么，金花啊，在前面，哎，金黄，大胡萝卜，来，金黄，金虎坐，金虎坐好啊！我是叫你坐好，我是，你上哪啊？金虎，大胡子，哎，来来来，金虎坐好来，坐好了才能吃饭吧？嗯，你在干嘛？天，你这嗝打的呀！我估计是你刚才想放屁没放出来，在那雇佣了半天。来，抬头。哎呀，吃的好的。呀，我都看不着白的了，这会儿你是个棕熊吧？你是熊猫吗？啊？你别俊爷，你张嘴我就得给你吃的。哎，你看，你看那小样儿。对，你张我就给，张我就给，咋谁去谁？
你看它这个脚毛啊，磨得多好。嗯，你看飞云那块啊，全是毛。对，你咋的？那你这么看我干啥？不服气？不是，你这么看着我干啥？你说本熊表示不服气。嗯，有没有很哏哏的感觉，姐？有。有没有很哏哏的感觉？你这属于犟嘴啊。就是无声的抗议，你知道？现在也不说话了，也不犟嘴了，现在变成。哥哥的，凑凑，我发现他就哈呼你。你干什么对我一点不温柔？你办完卡也没给人。我对你那么好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能训我呢？牙要不要了？就不要以为我在眼前牙牙牙牙的，不是这样的啊！哎呀，来塞的牙，干嘛呢？别咬那个。啊！哎呀，小虎宝！哎，乖的啊！小虎宝，你这小牙齿在干嘛呢？在干嘛呢？虎啊，被咬了啊！你看，嗯，告诉你不许咬。哎，你看着我干啥呀？啊，你看我干啥呢？咱们不是说好不准咬栏杆的吗？金虎啊！哎呀！你乖啊，乖乖的啊，我们下班了啊，你自己玩一会儿得了啊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来，金虎啊，哎，金虎拜拜，拜拜，拜拜呀、啊，不拜拜呀、啊，啊，金虎我们走了，不拜拜吗？好，那说再见，那说再见。